我们聊到这个待播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，在里面宋焰这个角色是一个消防员的角色，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之前有没有做哪些准备啊，包括培训等等？当然，我们剧组会给我们就是特别安排时间让我们去消防站体验生活，我觉得更加的让我们敬畏，有这种敬畏之情，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伟大。可能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突然一个警铃就响了，然后他们就紧接着就出警啊，历历在目。我觉得回想起那段时间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时间。然后挑战性还有一些，比如说你要有些专业性的一些动作，是我们训练时间短嘛，我们要像真正的消防员那样有多么的专业肯定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呢我们会有专业的消防指导给我们去训练，在现场每天给我们去指正指导，在于很多方面都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吧。是有专业的学习才可以把这个角色更专业的带给大家哈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杨洋，我们在 Volantino 的秀场，谢谢杨洋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